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拿枪，长官，这不是我拿的。谢谢参谋长。长官，长官，偷东西，偷东西！英子，怎么处置他？算了，既然钱包已经找到了，就放了他吧。滚！要不再偷，你不要了。英子，我还有急事儿，回见啊。哎。军官走进来了吗？军官，没有啊，原来您是找人啊，那您请自便。你也太不小心了，陈汉云在跟踪你，你竟然没有发现。要不是我偶然发现，今天就出大事了。是我太大意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了解他，我敢肯定他不会怀疑我的。那今天的事儿怎么解释？除非他真的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那就更危险了，必须除掉他。不行，他是我的部下，他要是出事儿，我也逃不了干系，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。那怎么办？他已经怀疑你了，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迟早会出事儿，你不能出任何意外。我来解决吧。英子，我看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，也许他什么也没发现，这只是个意外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警惕的。再说这陈汉云，我留着他还有其他的用处。那你一定要小心，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动手。今天找你来是小野科长布置的紧急任务，我们已经确定了进攻长沙的主要时间，你务必弄到军事部署和长沙的作战计划。而且大战在即，你的189团是我军发起全面进攻的突破口，明白吗？嗯。英子，军事部署计划是最高机密，要想成功偷取它非常困难，我需要时间。我会全力配合你的，这次的任务直接关系到我军是否能够顺利地拿下长沙城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嗯，我走了。嗯，我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，从北方运来的物资和药品被日军截获。怎么会这样？日军加紧了轰炸，沿线运输非常困难，李师长的部队急需物资，我们要尽快筹集一批新的物资支援他们。叔人，这个交给我吧。好。志刚啊，你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我想组织医科大的学生上街募集资金，通过演讲和传单的形式宣称抗日。另外再和静波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他通过商会举办一次抗日活动，让商人们慷慨解囊。这个办法行，就这么办吧。那我就去准备。好。各位，我今天召集你们来的目的就是要部署作战计划。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达成了共识，那么我希望诸位能够精诚团结，一致抗敌，坚决地将日寇阻挡在长沙外，确保重庆平安。张军长，请您转告薛司令长官，我们将与长沙共存亡。我提议应该把57师189团放到新墙河以南的位置上。你们看，新墙河以北地带是进攻长沙的必经之地，如果日军重兵压境强行突破，我军可以退防新墙河以南，南面有山，地势易守难攻，如果我们在这里布防，日军势必受阻。我不同意叶师长的说法，我的部队也是精锐之师，
不是只有你幺八九团才是利剑。各部所在的位置暂时就这么定了，要调整也是临时调整，大家不要再争了。这份军事部署图要上报薛长官审阅。岳师长，你是长沙城的城防司令，这个军事部署图就先放在你这里保存。是。大人，你昨日不见了。大人，你昨日不见了。你告诉依依，等募捐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把物资直接放到战训团的仓库。嗯，好，明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没有危险，没有危险，回到后面。喂，喂，喂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你的未婚妻，警卫兵当然让我进来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勇哥，我已经等你半天了。你乱翻我东西，这个文件你打开了吗？哎呀，你捏疼我了！你那么凶干什么呀？你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知道的？什么秘密？这可是最高军事机密，谁都不能打开看。快走吧，没事，不要再来了。快走，勇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刚才我还接了一个电话。你乱接我电话？对，我就接了，还是个女的打过来的。女的？她说什么了？说呀。她什么都没说。电话那头根本就没人说话。她一听见我的声音就挂了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啊，没事，赶快走，快！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就不走。难怪你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冷淡的啊！你一定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。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。你无理取闹！我无理取闹？枉我等你这么多年，我一心一意的对你啊。我们订婚才多久啊？你这么快就变心了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呀？你说呀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呀？你说吧。你为什么打我？你说呀，你说呀。你给我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团座，有什么事吗？快出去。勇哥，我没想到你能这样对我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